光纤传感器基本操作一：区分正反面，放入背面，按 Set 学习键，然后再切换到正面银色的，再按一下 Set 学习键。这个时候反光值会进行自动对比，然后我们再检测一下银色继电器不输出，到背面的时候，然后继电器就有信号输出触发吸合。